哎呀，你，你看，啥位啊？别安尼困甘着。嘿，对啊，我困遮，恁两个困边啊。啊，万一若困到一半吼，规身躯哦拢披在酒店的身躯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哎，佮讲恁两个困够好啊。啊，无过去拢莫困啊，拢莫困啊，拢坐安唔着好。哦。哎呦。你是安那？都唔知哦，去予地皮操的啦，操到变这条形的，规身躯拢咧疼啦。无安尼啦，英雄，我甲你掠人啦，你衫脱脱下下。啊，迄个皮带嘛，甲盖好开。啊，鞋啊脱脱的，啊皮的，我甲你掠人，安尼较轻松。来。好。来。皮的哦。我甲你掠人哦，规身躯拢痛，规身躯顶头较大来说，手弟，你无看伊用遮尼忝，你甲按摩脚啦，我起紧个头，紧哩啦，好啦，有安尼用个吧？较大来坐，较大来了，安尼无啦，无安尼，哦，安尼敢好？对，哦好，对，安尼。哎呦，够享受哦！妈，阮才拄开始尔呢。等你洗好领领啊未？你用这安尼甲拧，会乌青你知？领领都要看看。啊，你敢袂晓？恁爸条我领到爽歪歪的，我你讲，领领爱领穴道，起这个穴道气了，伊规个骨头才轻松。啊，你有算无？我甲你讲你。你先变过，我头前先下来，变过，哈？啊，嘿呀，变未过，我偷偷对你来，要哪知影英雄就伫遮？死英雄，你这臭英雄！不怪你的软脚，原来你伫外面咧乌白母，不过我甲你打你！你误会啊，无啦！你听听，一拜三个，哈？这两个就准拄好，啊！连这老二也要啃？我，你听听，这个囡仔是啥？是不是你伫外面偷生的？不，这不是囡仔，这大人呢。那爹咪，伊号做舅弟啦，啊，伊就是甲英雄以前爱查某囡仔足共面的，号做阿关，啊，嘛会使叫伊阿关，嘛会使叫伊舅弟，嘛会使叫伊阿关舅弟安尼啦。哎，听个无啥啥，我歹听啦。你哪安尼啦？你外口是讲几摆的无？我知影。无啦。这两个你带啊！你讲，你扣偌济？这两个我带，我若要带这两个，我不如家己落海较紧。哎呦，等你即摆先讲啥？我什么我咧扣偌济啦？你啊！你干娘，这条线我好好跟你说，行，这么对我等。行。好啦，好。你等下。行。你干啥？你干啥？搁现花哦，贵到敢若日本宝啊！无，你想到这是啥物傲步啊？哈，来等啦！歹势呢，行李来啊！有啦，你要记你来这摕迄个三联单哦，嘿，安尼唔才才证明讲哦，你有来这报案，嘿啦，啊不你咪使上网啊，来我派出所的网址哩，www 小老鼠 MPA 点，嘿，对，
GOV.TW 哦，好好好。小老伯啊，你也是真无简单的哦。啊，你食到七十外吼，还佫有法度，那是一尾活龙嘞，你敢袂变啊？冤屈的，我拜托你啦，你莫佫讲嘛好无？是你歹势啥啦？冤屈啊！啊，我看迄电视吼，迄犯罪人若惊见笑，啊，拢有迄个乌鲁巴对头壳落嚟，啊，敢像用你目睭看人，迄你嘛一开始我落嚟嘿。啊，敢做佫惊人看啊？无啦，爸！啊，我靠，不要我！乖乖，阮爸是安怎样啦？当时嘛是咧创啥？黑公少哟！我咧甲官府问话，你莫莫客气叫。伊是踮咧讲一世界配出来哟？是啊，你。无，伊是咧讲逃放了哦。是安尼啦，比这个较惨哦。比这个惨，哎呦，起步。走起来，卡通片。比这吼，骨较见笑哦。啊，敢讲伊偷摕查某人的大衫内裤？不是啦，是啦，拢不是啦。啊，你家己问伊家己啦。啊，你别问啦。啊，别问是要怎报啦？啊，要报多伊只账了，我就甲你讲尔啦。啊，无嘛，哪有理由？乖乖，你做你个名去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啊，就石头伯啊吼，去学铁路啦。啊，佫叫小姐哦，一边吼，叫两个啦，看到哦，两个哦。帅哥，你玩三 P 哦？无哪里报？无啦妈，你若无播帅哥，帅哥是要安怎啦？你想看卖，一个七十几岁。啊，算三 P 呢？迄娘咪电视台有咧来采访啊啦！你这么介绍的代志，要采访哦，你去采访，我是不来哦。你敢讲我全错？是啊，我该讲的就拢讲啊，听是要搁讲啥话啊？你若无我一个交代，我来放你耍。哎呦，阿妈，娘，我弟弟杀掉。无啦，我无啦。我讲嘛，好抓奸在床，你搁敢狡辩？你甲依林哦？什么依林？搁有一个朱棣，还搁有春娇伊啊，因四个斗阵耍。娘，你这病哦？无啦，迄茶米会误会啦。我即摆刚看到眠床哦，我着拢规个拢软去啊，有可能。茶米啊，你误会啦，误会啦。对啦，是我误会啦。原来伊是食重咸的哦、喔。我阁叫是讲吼，是我真正做唔对，害伊软糊糊。结果咧，即摆四个吼，互我当场抓着。即摆你还阁有啥物话通讲？我有啊。啊，那呢？阿妈无法度阁甲你暗看嘛？无啦，妈，迄毋是啦，迄人个是哦，什么意念？爱着好伊啊，带我去迄朱棣因兜啦，讲要去遐休困啦，爱着看我人艰苦啊，给我掠灵，啊，结果春娇伊啊来，啊，哎，这无可能啦，我身体后遐勇。是啦是啦，哎，等于无可能啦，无这落代志啦，嘿啦。安尼讲起来，啊，恁着少命的吼。其实你少命的，我嘛少欢喜的。行，带我起来。哎呀，阿妈。哎呦，阿妈无我都通救你啦，你家己爱保重啊。可怜哦，啊，到这声英雄转来啊，啊，我摕哦石头兄买布的，迄钱都免开去啊。哎对，来甲拖着转来。你也跟人在耍什么屁啊？哈，会晓跟人找查某？啊，准则讲你要找啦，你嘛找一个就好，你一拳头找到两个，你听来遐好啊？无啦，啊，这哪意林害？啊，刚刚是我甲你叫的哦。啊，
你无代无志，啊沉甲迄碗布，啊营养也无要食，啊菜伫桌仔顶，啊桌迄个茶米也来咧乱，啊我顾甲伊讲气着，规碗都啉了了，也火气大，也毋食。啊，火气大，你嘛叫一个就好，莫甲一睏头叫甲两个。啊，这嘛煞事害我诶！甲煞事有代志哦？啊，都即嘛煞事偌恐怖咧！啊，害伊爱趁食查某拢趁无钱啦！啊，我着去当着两个徛边啊，爱着苦苦甲我哀求啦，讲买一个送一个啦。我着同情可怜的想讲伊无饭通食，啊，搁送一个，我毋食。这嘛做善事的啊！你踮在咧甲我侮辱三批，啊！我去有第二个话讲哦，我甲英雄啊咧侮四批啦，哈哈！啊，咱加起来拄啊七批，哦！啊，这若去有厝边隔壁知影，后摆哦咱出门拢爱低消费啊卡。啊！我才三批尔，你四批给我一批啦。这嘛是做好笑的呀？咦，这讲唔对咧？啊，我最近都无提钱给你。啊，你哪有钱能出去耍啊？这都叫人阿妈给我的啦。啊，叫人阿妈这款钱也敢开哦？哦，死石头！阿好，阿好，你讲一摆。啊，这阿妈，帅哥唔敢讲，我替伊讲啦。伊讲吼，你足体贴的，啊，知影讲伊一个人足无聊的，啊，唔则提钱吼，互伊去找查某啦。妈，哎呦，我唔知你阿北顿这尼快嘞，轻皮轻皮。好啊，啊，恁两个嘛兼讲几句啊，我会互你害死啦，嘿。你这死石头，你傲石头，你烂石头，你死不了狗，你。免啦，代志是安尼啦，你听我讲一下啦，我明明让恁两个害死我呀，免啦，等一下啦，免啦。咱两个加起来得要两百岁啊！啊，搁甲人咧，免啦！你听我讲一下啦！是要讲啥啦？你足夭寿的有影？人个提钱拜托你去买补品，甲阮营养补。哦，你有够垃圾鬼的，摕我的钱去开查某，死石头咧，傲石头，唔正人咧。哪会安尼啦？钱我会想办法还你啦。重点都唔是钱嘛。那安尼，你的意思是叫我去找你安尼哦？你咧水面的啦，重点是阮营养身体啦，我咧凑凑你去开鬼的。病啊！你莫搁辱我好无？我已经见笑死啊啦，食到七老八老啊，搁互掠去派出所，啊实在我都无安怎啊？无安怎？你敢敢咒抓？我咒就咒啊，我实在都无安怎，哪安怎我乱乱。好好啊，刷刷去啦。哎呦，啊你这个穿大裤安怎啦？煞唔知影，我烦恼阮英雄啊啦！啊想讲吼，去秘伫咧你遐，看会当好啊调养一下身体。啊，才无外久，就水去予茶米甲找着啦。这只转去吼，绝对死甲真歹看。唉，茶米的这只狐狸精吼，英雄这真惨啊啦！我实在想不破啊。唉，啊无安尼啦，咱光的啦无法哩吼，咱用暗的啦。什么暗的？你想办法去找茶米啊！啊，将伊头壳顶正中心的头毛甲撮三支起来，啊，甲伊的指甲，啊，我才提来将伊拜托师，啊，甲伊坐坐咧，看那狐狸精，那个狐狸尾看酸出来未？正中心三支头毛，啊，指甲。看你变安怎做，特别的啊！啊，即摆甲我白安尼用啊，连啊甲我哭掉，迄万一若有人看到，我会歹势啊！歹势啥？阿阿某白烧我，谁敢讲话？谁敢讲话，我就用一个坑。特别啊！
阿嬷，迄地米的甲我链条，紧来甲我解救一下啦。地米的哦，啊，你来用那铁链啊，甲恁翁安尼落条条，歹看啦。哎呦，恁甲安条条啊，啊，我袂当二四点钟甲固条的对无？啊，无你甲拔起，伊若走去要安怎？嗯，对啦。哎呦，翁阿婆哦，感情哦，就是安尼夹做的对啦。哎呦，地米的。吼，你怎个遐长？来，阿嬷甲你教一下啦。免啦，阿嬷，等下你甲我教老花要安怎？我等下来买用伊洗头啦，先煞怎个才去收的。哎呦，讲到头，你啊，少年变少年，白头毛安尼才鬼粗啦。来，阿嬷甲你带。阿嬷。你目睭金嘞？你干来要装针容，叫我甲你装啊？啊，迄个。头毛逆过啊，白头毛、黑头毛，你认得出来？阿妈，我来甲你串啦，等下规串毛你串掉。哦，来变做一下。哎，你别变做，唔知你即摆去变做啊？我连条条毛到外口遐多等你哦。对啊。袂啦，我伫遮，我袂走啊，甲我绑起啦。你讲个啊？系啊。爱乖啊。好啊。茶米的种甲，甲头毛是要创啥？哎呦，你若有法度摕到这两项吼，迄石头阿伯讲有法度去找法师啊，啊请法师来做法啦，迄茶米就袂参像迄个狐狸精安尼，只敢甲你甜条条。哎呦，阿妈，你迄电影看伤济啊啦，哪有可能讲哦，迄个物件啊，迄个有可能啊？你哪会讲安尼啦？那迄电影有安尼搬吼，啊平常时就是有安尼啊。无怪哦，你才会讲对茶米遐好，啥物甲伊修指甲，啊要甲伊撮白头毛。啊，不过无效啊，我嘛无成功啊，无摕到啊。嗯，啊要摕毋啊简单，啊厝内面咧规大堆诶，凊彩捡就有啊。迄毋是凊彩捡诶，迄着爱吼，伫头壳中只有哦，啊撮三支起，啊一只中，一第只较有效啦。只只中。嘿啦。啊无可能啦，茶米诶，哪会讲电灯不要互你撮，还无可能。你不要听，让伊困落眠了，才向甲撮三支去。阿妈，准讲你伫困啊吼，啊人来甲你撮头毛，啊你袂醒起来。不管，非得吼，你着爱想办法摕到这两项物件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好啊，无我家己想办法。嘿啦，你看咩啊？伊啥？我伫叫啊。我来。水莉啊，我在吼，两项哦，吼，头毛甲指甲。英雄啊，你就爱加油啊，加油啊！啊！啊！母菜啊，辣皮啊啊啊，怕酸啊！别创啊！不是啊，你真搞得好好，哪会要甲搞辣皮啊？那我就体贴啊。今暗时甲你撩着伤啊，所以指甲加加的啊。有影呢，我感觉讲你留指甲较水较好看哦。是哦。嗯。啊，安尼我卖讲。是讲英雄啊。嗯。你搁在阿嬷遐吼？不是啊，迄老大人啊，要睏你前家请安一下。哎，不是我不爱让你去啦，是讲哦，逐摆你若去阿嬷遐，拢安尼鬼鬼祟祟。秘书敢那受到什么鬼计要对付我？你哪会知？真正有啊？无啦，阿嬷因无什么鬼计啊，侬也无讲啥。上好是无，要若是有吼，嘛莫让我知影。你应该知影，我这个人是啥物拢唔惊哦，啥物鬼计对我来讲拢无效啦。困三晚，我等我。
是要耍啥？啊，咱来耍一个关公斗大刀。哦，这关公斗大刀呢，就是过五关斩六将，啊，也耍法哦，爱先过我这关。